好，到了第二章了，这边看起来跟第一章一样啊。总之先进去看看吧，来吧来吧。这边一开始一样是红色的颜料，那这里面呢？哦，开始不同了，地上怎么多了这个线啊？多一条会发光的线，这边也有哎。然后这里有刷子，啊一样要想办法获得13把刷子对吧？怪物来啦，是不一样的怪物哎！哇，第二章有不一样的怪物啊！啊，来吧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又有两只哎！哇，这只小只又是什么啊？好，来吧来吧。现在的话，我要来去找红色的门啊！红色的门在哪？啊，这里这里！快快快快快 ！OK。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扇粉红色的门，但需要粉红色颜料才能开啊。然后这里呢？哦，得到了一个可以开启通风口的工具。然后小只怪物又来了，第二章有两只怪物哎、欸。哎哎哎哎，走了没啊？欸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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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啊！啊，现在来去找通风口吧。通风口在哪？这边有梯子哎，先到这边看看好了、啊。这里有刷子，三把刷子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蜘蛛网需要工具才能破坏这些蜘蛛网。第二章多了好多新的东西啊！怪物来啦！先躲这吧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小智是不是可以到那、啊？上来这边看看吧，上面这边有什么？边、yeah, 有东西吗？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好、啊，下去吧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来去找通风口吧。通风口到底在哪、啊？哦，这里是三把刷子可以开启的门。不过现在要找通风口，怪物来了，怪物来了！咦，在那？走了没？哎、欸，绕一圈过来啦！然后这里的话要钥匙才能开，里面有刷子，继续探索吧。第二章的地图好复杂啊，绿色的门，通风口在哪？到现在都没找到通风口啊！找到找到，快快快快快，怪物来啦！然后这里的话有橘色颜料，我现在可以躲在橘色墙壁上啦。哎，躲一下躲一下，怪物怪物怪物。开呀、啊！那我现在要去找橘色的门。橘色的门在哪呢？哎、欸，这又是什么？哦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啊这有两扇门，紫色的和橘色的。然后有梯子。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洞，它需要镐子才能挖开。先上去看看吧。来来，这上面有东西吗？有刷子。OK， 拿到了。啊，现在四把刷子了，接着来去开橘色的门吧，来吧来吧。OK， 打开了，里面有刷子，然后黄色的颜料，好，来去开黄色的门吧。这只小只怪物到底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两只怪物，两只怪物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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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接下来来去找红色的门，来吧。红色的门在哪呢？哎、欸，回到安全区域了。啊，走另外一边看看吧。来去找黄色的门，到这边探索看看。这边有黄色的门吗？有吗？这里有吗？哦，找到了，好好运啊！打开，里面有什么？这边有秘密通道、欸，哎。秘密房间，哦，这里一样有蜘蛛网啊，需要工具才能进去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这什么啊？我得到了炸药啊！这炸药在哪里用啊？总之找可以用这个炸药的地方吧。来吧来吧，绿色的门，哎，哪边可以用这个炸药呢？这可以吗？直接炸爆？不行，果然一定要钥匙啊！
我听到怪物的声音了。完了，我竟然没有颜料啊！现在极度危险啊！转角遇到，来来，这炸药到底要在哪里用呢？哦，现在又有黄色颜料啦，所以可以躲在黄色这边。粉红色不是这啊？往这边看看吧，这里面还没探索。来来来，这边有吗？哦，有有有，你可以用炸药 ，OK， 炸开了。然后往这吧。哦，这里又是哪啦？这边一堆面条哎。总之跳过去吧。来来，小心不要掉下去啊！啊，这边好迷幻啊！因为它下面有一些面条，会有视觉上的错觉啊。哎呦，直接跳过去。哎，比想象中难哎，要有耐心啊。哎，你看的头有点晕啊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。OK， 过来了。好好好，快到了。有了，终于过来了。得到刷子，绿色颜料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扇要用蓝绿色颜料才能开的门，里面有颜料啊，里面颜料是蓝色的。那我现在要去找绿色的门，来吧，绿色的门我刚才是不是有看到啊？怪物来了，躲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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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，来吧，现在不怕你啊，我有颜料啊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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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躲。快走吧你！我要去找绿色的门啊！绿色的门在哪里？是这边吗？怪物来了！哦，我看到绿色的门了！来吧，快打开！里面有什么呢？稿子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要有撬棍才能打开。先到那个洞那边吧，大家还记得刚才有一个洞吗？要用镐子才能挖开的。那一个洞的话，是在一个很神秘的房间里，应该只要跟着这个线走就可以到了。哦，到了，怪物在这里，不要理他啊，怎么又是小只啊？然后这里可以挖开，里面的话一样有一个房间，知道怎么走啊？哇，这也太迷幻了吧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是要走去对面啊！欸，好难走哦。欸，又怎么走？好混乱！这条吗？这条是正确的吗？那好像有三条路可以选，啊，不知道哪一条是正确的，还是三条都可以到？总之走走看吧。来吧。往这，往这，啊，有有有，看到了，来 ，OK， 到了，得到蓝绿色颜料，然后一把刷子，蓝绿色，蓝绿色，耶，蓝绿色是这边吗？不是，我忘记蓝绿色是在哪了，欸，是在黄色的门那边吗？绿色，总之探索吧，来吧来吧，这吗？炸药的啊，是这哎，竟然是炸药的门，好吧，来吧，有了，过来了，啊，终于可以开启这扇门了。里面的话，蓝色颜料，所以现在要开启蓝色的门。蓝色的门，欸，小智到底是什么啊？很吵哎。小智怪物很吵啊，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他不会追人啊。那蓝色的门在哪？蓝色的门在哪里呢？这里我记得是紫色的门啊。我现在蓝色的门，往中间这边探索吧。中间这边我是不是还没探索？这边好复杂啊，真的比第一张复杂哎，欸。蓝色的门，我刚才有看到吗？我现在非常的混乱啊！哦，终于
终于找到你了，蓝色的门。然后这里面的话，火把、刷子啊，这个火把是不是要去用那个蜘蛛网啊？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，来去试试看啊。这个对吧？有了，可以进来了。里面紫色颜料，那紫色的门，我不肯忘记啊！紫色的门在那个非常特殊的房间里。来吧，跟着这个线走就可以到了、啊。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然后这边打开，里面有什么呢？哦，钥匙卡，然后刷子。好，现在的话要去用那个钥匙卡的门。钥匙卡的门的话，在一开始那边来吧。一开始进来那边，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了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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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开。里面的话又有一扇门，然后这边又要跑酷了，来吧。这里的话是要往上哎、欸，我都圈圈。OK， 啊，再来一次吧。哇，这边好复杂、啊，好混乱。往这。小心不要掉下去，往这吧。 OK OK， 过来了过来了。然后这边好，再上去吧。哦，到了这扇门了。咦，这么快就上来了，我还以为要更上去。然后这边有撬棍，然后接着要去用撬棍的地方，用撬棍的地方在哪一扇门啊？我有看到过，但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是在哪一扇门了。太多东西要记啦，这边吗？应该是这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啊，又到了一个神秘的空间了。哦，这里看起来像是仓库，然后这边有粉红色的颜料，然后一把刷子。那、啊、这些颜料可以拿吗？这些不行。咦，这什么啊？手印。哦，这是血对吧？这边还有什么秘密吗？哦，看起来没有啦。来吧，来去粉红色的那扇门吧。来，打开吧，粉红色的门。这里钥匙，钥匙的话在黄色的门那边。来来来，过去那边吧。可是我记得钥匙里面只有一把刷子啊！我现在还缺两把刷子哎、欸。诶、欸，那还有一把刷子在哪里啊？总之先去拿那一把刷子吧。来吧来吧，先去开那个锁，往这走。我已经渐渐熟悉了，是这对吧？然后往这边绕，怪物来了，完了，我没有颜料哎，先躲吧，来吧来吧，先躲着 ，OK， 怪物走了，好，到了锁这边了，来吧，打开，里面果然只有一把刷子，还缺一把刷子，在哪里啊？最怕这种只剩下一把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的，先躲一下好了。这边又是秘密房间，我不要秘密房间啊，我要刷子。然后这扇门也记一下吧，在锁的附近，怪物来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这边躲一下。最后一把刷子的话，我猜都在一些。都在一些缝里啊，不是这，有一些比较小条的路我没有走啊，我都没有进去。比如说这样，我都没有进去探索。嗯，这里面有吗？没有。那往这边看看吧，一定有我没去到的地方啊。怪物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啊！
都探索完了啊，往这边看看吧。这里面吗？哦，有了，找到了，终于13把刷子了，各位，来吧，接着到13把刷子那一扇门那边。那、往这走啊，来吧来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往这，我这边会看到有锁的那一扇门，然后接着继续往这走。有怪物来了、欸、不管了、啊、哎、欸、完了，就差一步啦。好啦，我复活啦，来吧来吧，我现在有粉红色颜料可以躲啦。啊，现在最后一个目标了，就是要到13把刷子的那扇门那边。来来来，往这对吧，这里钻过去，然后往这吧，直接往这走啊。接下来这边吗？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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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边进去。哦，这是宇宙是不是？都新鲜哎、欸。然后这边有白色的颜料，接着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就可以过关了。回到一开始的地方，这边要小心啊，白色颜料是不能躲的。啊，这边要怎么回去呢？往这走对吧？不是这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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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往这个小缝钻过去，接着往这走。啊，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，来吧来吧，有怪物吗？也都没有怪物哎、欸，太好运了吧！有了，回来了，好，来开启这扇门吧。哦，这里面不一样哎、欸，这里有四扇门，哪一扇门才能让我逃出去呢？选第二扇门吧，来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灯泡哎、欸，跟着那个灯泡走吧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关灯啊！哎、欸，这什么啊？红色的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有了，逃走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影片就到这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